哈哈，我最亲爱的粉丝和新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你们熟悉的夜猫啊。今天做了一份牛奶麻辣烫，这一大锅太满足了，先给自己点个赞。然后做这个麻辣烫呢，我也是临时决定的，因为今天中午我出差嘛，然后三个人在外面吃杨某某家的麻辣烫，大家都应该知道哈，我就不细说了。然后三个人吃花了120块钱，我去，也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，反正特别贵。虽然呢我没有他家的配方，但是这个味道绝对没得说，因为我之前做过一次，简直是太好吃了。哇，我先来尝一口方便面，是我非常期待的。哇，太香了，我看见面条就欲罢不能啊。哎呀我的妈呀，这个味道没得说，绝对是一模一样的，我敢保证。这个麻辣烫最核心的秘密武器就是要加牛奶，然后加上大半杯就够了。但是吃起来的话，大家不用担心，没有任何的牛奶味道，因为它只会让汤汁变得更加浓郁浓稠一些，看上去就像外卖的，但是绝对比外卖的还要健康，因为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配料。还有这个宽粉是我绝对的最爱，任何的火锅或者麻辣烫我都必点的菜。哎呀，这个汤汁是非常浓郁，我还没有放芝麻酱呢。如果你喜欢吃芝麻酱，可以再加一点，这个汤汁会更粘稠，而且会更香。其实这个麻辣烫是非常简单的，加点豆瓣酱，加点火锅底料，然后加点水，再加点牛奶，然后再把你爱吃的菜全部煮一下就 OK 了。然后我看了一下外卖排行，基本上这个麻辣烫点赞率非常高，它不亚于黄焖鸡。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在外面点这个外卖，又贵又不健康。我希望我亲爱的粉丝和新朋友们看完这个视频之后，一定要在家自己尝试一下，动手做起来，然后想吃的时候在家自己动手做一份，美味又健康。希望大家可以告别外卖。哇，这个是年糕，夹心的还不错。这个是鱿鱼卷，你看其实这些食材都非常便宜，然后呢出去吃的话是冻的，而且按斤称就会贵一些。夹心年糕，这是我第一次吃，还挺好吃的，咸咸的。主要是我觉得配上我这个新到的珐琅锅，哎呀，这个颜值瞬间就飙升，然后吃饭的心情也好了很多，很有食欲。据听说这个麻辣烫的利润非常非常大，我觉得也是暴利行业，不知道是真的假的。但是从自己买菜来做的话，我觉得根本花不了那么多钱。哎呦，爆汁！这个黑白相间的像包子一样的是啥？我也不知道，感觉挺可爱，我就买了两个回来尝试一下。哦，也是夹心的这个丸子，应该是鱼丸。来来来，一起突发奇想一下，就这个汤汁，你说能不能拌米饭呢？我觉得应该没问题，应该也很香。这个汤喝起来就是跟他家的味儿是一样的。绝对不含任何添加剂和增味剂，大家可以放心吃。有点热。虽然立秋了，但是厨房还是挺热的，再坚持一下吧，应该再过一个月就会凉快很多了。喝一口吧，
此时此刻最不能缺的就是这杯冰镇精酿。我干一半，你也干一半吧。哎呀，透心凉，爽！